别以为你带我看了这么多动物，我就会原谅你。黑豹丢了这件事，如果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以后就别找我了。哎，小不小，你干什么去啊？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兄弟们，昨天我去狗肉店后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黑豹已经被……哎，都怪我，怎么不早去一会啊？现在黑豹只剩一个狗绳了，你陪我黑豹。小胖熊，你别伤心了，这样行不行？我带你去动物园散散心啊。黑豹这件事情就暂时先放一段落吧，快走吧小胖熊。完了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为了拍视频没时间照顾他，黑豹也不会丢。看看你最近那寥寥无几的点赞，还坚持拍什么？我要是你，我早就放弃了。确实啊，没有照顾好黑豹是我的问题，但是拍视频一直以来是我的梦想。他们可能开学了，所以就没有时间看。如果他们能看到的话，我相信绝对会给我的视频点赞的。你别生气了小胖熊，我先买票，老板给我拿两张票。这个花果山里面有这么多猴子，小胖熊你快看。哼，我不看。既然你不喜欢猴子，那你快看这两只土拨鼠，太可爱了吧。我不看。那这三只小动物你喜不喜欢？哼，我不喜欢。那你到底喜欢什么呀？小胖熊你快看，这猪老大了。这猪和你一样肥头大耳的，也太丑了吧。哇，骆驼。小胖熊你快过来看，骆驼羊驼什么的，太帅了吧。哼，我不看，我就要黑豹。啊，那梅花鹿你看不看？我也不看。黑豹都已经没了，你还一直想它干什么呀？我真的是服了呀兄弟们。小胖熊你快过来看，这只鹿的脚怎么回事啊？我去，这是被谁给割掉了吗？真的是太可怜了。小胖熊你快过来看，这鸵鸟的卡姿兰大眼睛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哼，我也不看。兄弟们这样不行，小胖熊还在生气，我得想个办法哄他开心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两只狗熊，兄弟们我有办法哄他开心了，大家瞧好了吧。先画一下鼻子，你们猜猜我要干嘛，最后再用口红画一下脸。OK 呀兄弟们，现在已经画好了，接下来咱们赶紧去找小胖熊吧。师兄大美女干什么去呀？要不要跟俺一起出去吃个饭？阿佩，就你这熊样子我才不去呢。别以为你带我看了这么多动物，我就会原谅你。黑豹丢了这件事，如果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以后就别找我了。哎，小朋友你干什么去啊？不过是大梦一场空，不过是孤影照惊鸿。